说到罗海琼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晓，上戏毕业的他，可能他的同班同学大家都比较熟悉，像陆毅、鲍蕾、谢江宁等都是他的同学。2000年一部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席卷了各大卫视，剧中人物的凄美爱情故事打动了很多人，观众们记住了那些为了爱情不顾一切无私勇敢的青年男女们。罗海琼饰演的方子怡不仅为他打开了演艺事业的大门，更是让这个温文尔雅、聪慧过人、活泼勇敢的女孩深深地烙印在了观众心中。然而罗海琼饰演的苏妲己一角，把苏妲己的魅惑也是给演绎的淋漓尽致，不过也是处于戏红人不红。2010年1月24日，罗海琼与华谊兄弟经纪公司的副总裁费奇在北京博悦酒店举行婚礼，而且婚礼的伴娘正是天后王菲。2011年，罗海琼与老公费奇为女儿举行百日宴，女儿首度曝光，如今开始慢慢复出演戏，祝福她。